找我有什么事说。给我来100万，姐想换台车。这能不能先给你10万？你怎么那么抠？我问你要100万，你给我10万，你当你姐是乞丐啊？姐，不是我抠门，我被合伙人摆了一道，现在公司资金缺口500万，都怪我当初没有替你。看来不逼你一把，你都不会告诉我真相。姐，原来你都知道了。这卡里面有600万，你先拿去用。拿着。老弟，你记住，你赢的时候陪你君临天下的人不一定是我，但是你输了，陪你东山再起的人一定是姐姐。姐，谢谢你。哎，掩住你的眼泪，车我已经给你加满油了，你先拿去开，到时候记得还给我哦。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要坚强的生活。兄弟，上次我跟你提那个项目你考虑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不错的，但是我姐她极力反对，她说我非要跟着你干的话，她就跟我断绝姐弟关系。一个小女人她懂什么，哥带你去发财，走。